苗栗县非常紧张期间，因该除了黑本微服铺前天工作组冲突及急救指引期间，系引导天意嘅案例嘅期间，有处理任何重症嘅能力。县政府就讲，眼下引导不偏有非常期间，南偏有太前综合期间，因南一百在国家普列苗栗期间，海鲜返利利综合两件冲突及急救指引期间，特别台风台孙期间，同时港片。期间，现时呢，初期被医疗院用下为苗栗乡亲的空间来把关。苗栗县医疗资源唔拉，第一片被动中接受都去调查呢，被动会提升产体嘅医疗资源，因为移动医院都会同附近内嘅院士推行医疗院所合搞策略联盟。被公医院不但可以总突，有部分冲突及急救及因医院，也今日来同中国医药大学合作。持续引进急重症专科医生，还有提升医疗硬体设施，并且呢得到微服铺平天广告升级做冲突及急救及因医院。而后在我们苗栗县呢，我们一南一北都有一个重度级的急救责任医院呢，在这边呢守护我们乡亲的一个健康。苗栗县政府也近年来争取医护中心成立不少，归用医疗策略联盟为主。提升采体医院内医疗水准，硬是经由两件冲突级急救指引医院、两件冲突级急救指引医院、韩国两件一般级急救指引医院，分布在苗栗三县总共海体区、台山县同惠县地区，形成医疗照护网。我想我们七连环，相信在我们大家所有我们600多位医师大家。努力之下，跟在我们各位长官的指导，我们一定苗栗一定更进一步会更发展。我们虽然没有叫那个医学中心，可是在这个基层的医疗上面哈，如果乡亲他其实生小病的机会多哈，他到诊所不用这个排队等很久，他就会感觉到这个医疗资源是充分的。县政府没有强烟类六件急救指引意见，对提升苗栗医疗资源进行高调。韩国办法中初本进入给一线诊所。神农的疫情期间，同民众、天主、流感的预防下的辛苦付出，每希望用钱好好地来利用宝贵的采体医疗资源，全员基本医生款，怎唔会浪费资源？核心会用完咯，苗栗波涛。